沉浸在惊喜中，会不会拿 L 号？因为基本上因为我这边比较露，所以我都会先拿 L。因为我穿上去之后就是很浪的那种，就很像穿 XL 的感觉，所以我就拿着 M 号来试穿一下。所以我现在穿 M 号哦，就还不会很紧很背，而且扣子这边就是轻而易举就扣起来了。对，没错，蛮舒服。那我就推荐阿姨，叫阿姨去穿一下 L 号可不可以？然后他就用一个疑惑的眼神跑去试穿，然后突然间就脏话就骂出来了。对，然后我来介绍一下这一款，然后等一下再回答你的问题。它就是做单扣拉链，而且它是那种薄牛仔的布料，所以这个穿就是一年四季我觉得穿都 OK 的。然后它很特别，就是在它这边，它侧边这边有一个小割破，可是是不会曝光的那种，这边就是跟其他款的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。然后还有这边有一点小割破，然后整体就是那种深蓝色的牛仔，然后是就是没有任何的刷破，就走大腿跟这边一点小割破而已。像是如果你不想要太素，然后又想要有点造型的话，这一款完全推荐，尺码就 SML 三段而已哦。然后长度的话就是大概是在脚踝那边，嗯，我也是脚踝164的话，然后如果可能165以上穿可能会变成那种九分的长度。然后它裤管就是这种抽须不规则的抽须。对，这款裤管就是你自己穿着啊，然后你自己这样往下看，觉得好好看。对，真的啦。你指你的侧边的洞洞，我想看。对啊。也不会太不会露出来，除非你穿四角裤管内裤是不会露出来。你看看我的肉没有爆出来哦。嗯，没有。